你给我一顿饭！没有，你一顿饭！你没有，你自己去看，真的，我真的说话算话。今天这位朋友是一位音乐人哦，那我在约他的时候，其实有点犹豫，因为不管到哪里，如果有他在，好像都会下雨。 太招摇了吧！走路一定要这样吗？我们开走，我们开走，我们开走，我们开走。哎，输了惩罚就是去那个 Chinatown 好不好？啊！我希望你在那边被惩罚。那你一点赢我啊！好，我要防守，脱衣服，脱衣服啊，脱衣服。哎呦，脱外套。好，打出代表作。哎，耶！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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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光面掌声啊！你姓赖对不对？赖杰仁。好，我跟你讲这样，我说话算话，要不然这样，我跟你一起，一对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跟你一起接受惩罚。好了啊，哎，好像还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，这反正就是我想要讲的。对，我们一人惩罚一次，变成这样。现在是我跟你单挑，对，单挑要开始扫空喽，扫木空怎么办？弹钢琴的手了，就是这么多。你这样讲真的很讨厌。我这一定我会解决你，我这会解决你。单手。他知道他快输了，一直在改规则。不过弟弟让哥哥是 OK 的。这是爱赖皮嘛，这是比较爱面子。再讲一下，你再讲一下，没有你再讲一下。好，再讲。好，来。反正我们这个节目，结婚这个节目是跟。哎，他全胜。你干嘛分呢？对，全胜。我说过了，我做弟弟的，我一定是让到底。单手。都改成单手，那走。加不看球，闭眼睛哦，加闭眼睛，哎，闭眼睛三，哎，闭眼睛，好，出去。你只有一顿包，没有，你一顿包，你没有用，你自己去看，真的，我真的说话算话，我也不会做这种那么阴险的事情，来，没事，然后你要闭一颗啊，好啊，没有，我先把这颗打进，等一下再跟你聊。再见。